我这世人上该亏欠的，除了钢屁哦，应该就是。明的，信用搁在附近，那是让伊两人去调兵，我就永远无得得到信用啊！开车。不好都弥补迄个人啊！听你安尼讲，我真正足好奇的呢。啊，好啦，既然你无想要讲，就免勉强。为滴时间也到，我就知啊。啊对啦，你敢有听过一间巴黎会馆？巴黎会馆。我听讲，迄是一间足神秘的私人俱乐部，内底的会员拢是有头有面的大人物。想要加入会员，毋是遮尔简单的代志。我无听过呢，啊，毋过我会当问细汉看卖。多谢。其实你敢有想过，假使讲你是嫁予你的初恋情人，毋是高中才，你即马会过甚么款的生活？其实回来台湾之前，我无想到，阁会拄到姚母，更加无想到，迄十二是借予伊。当初时甲伊分开的时阵，我了算讲，我的天要放弃啊。后来，我接受爸母的安排，嫁予细汉。一开始我对伊一点仔感情拢无，啊，毋过伊的真心，真正有感动着我。结婚这几啊十年，伊对我的好是无人通比的。伊给我另外一个世界，我真正就感谢伊的。即卖伊伫我的生命中占有足重要的位置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我其实对小凤姐啊感觉足亏欠的。毕竟是伊的替娘。我才会当有细汉遮尔啊好的翁婿。敢有介绍着两位美丽女士开讲？高总裁，是。我来看安迪啊。高总裁，安迪做出让艾伦伤心的代志，你跟艾伦阁愿意来遮看伊，我对恁哥哥真正感觉足歹势。像少年的时阵，袂做出一挂冲动的代志。人讲子孙自有子孙福，所以雷锋，你无需要一直挂在心内，你就让少年家己去处理就好。多谢高总裁这么大量。阿敏达，你嘛同款啊！其实我相信，你对艾伦的爱拢是真心的。还有饭档的代志啊，我已经甲小红念过啊。所以你赶快，唔通看到心内。这无代志啦，你误会讲好清楚就好啊。对啊，这你敢知影巴黎会馆？什么巴黎会馆？那要问这？是我拜托阿妹娜替我探听的。我听讲遐会员拢是政商名流大人物。在你遐会当得到足重要业界资讯，我想讲高总裁你人面看，敢会当介绍信用甲你会员？巴黎会馆我是捌听过啊，啊，不过我嘛不熟，所以我无法度介绍周董的甲你会员，歹势呢。不要紧啦，高总裁，
就是你这个黑道的查某人，突然开车把我弄，性功能给我，给我开车。姓姜，你是查甫人？什么查甫人？我来接啦，走吧，阿娘。要不，不管你跟阿曼达过去感情有什么风风雨雨，拢过去啊。恁起码拢有家己的家庭，我是感觉你不应该跟伊私底下过什么交集，你袂当伤关心伊。是啊，同样，我总是无多控制我家己啊。那你以前你嘛唔是有一个感情真深的初恋，啊伊也是来找你，你嘛同款想要知影伊所有一切，你嘛是会关心伊，嘛是会想要了解伊即马过得好无啊？唔知伊敢会来。等下我一定要好好向伊解释清楚，叫伊原谅我。看起来是我家己痴心妄想，伊根本无想要搁甲我做伙啊。我应该死心啊！假使我的初恋阁出现伫我面头前，我该说多谢，多谢伊当年无选择我，我起码甲丽红才会当有一个完整的家庭。之前我甲丽红一直差要分开。后来真无简单才好好，所以我有真深的体会。两人做伙二十几年，今麦阁愿意互相陪伴，互相接受对方的缺点，为对方变好，这才是真爱。要不，恕我自你少年对你吃苦到今嘛，伊是你真正应该疼惜的人。你今嘛不应该把心思放在阿敏达身上，安尼对恕我是无公平。天木社长，天木社长，请你来。我是特别请天木社长过来。我想要趁这个机会，咱三个人把话讲个清楚。您请坐。就当我们家有什么计较，请讲。我听丽红甲我讲，是你通知阿曼达，会当先准备，即当片面高总裁国会姚部甲阿曼达的关系。我想你安尼做，是为了片面国家的冲突，而且你嘛是甲姚部斗相共，对无？还有之前，你甲高总裁去找姚母卖地，你阁逼解约，被姚母气到要死。要么阁耍咧，你阁调查放火案件，而且最近你对姚母的态度嘛变好。我想要请问你，你即马到底把我甲姚母当作是朋友，还是敌人？忘掉了，青木社长。我是唔相信讲你会甲我斗三工啦，啊，不过阮大爷讲了有道理啦。啊，你对我讲话总是安尼大细声，安尼正口倒下啦。以后大家哦要合作，要见面哦，安尼总是会介意哦，无得规矩。你对我有倒位无欢喜、无爽快的所在哦，今仔你伫个遮一遍讲个清楚，好不？哦，小内哦，
好啦，阿伯，我请教一下啦。听讲本档的手头一块精华地是为酒档那边抢起来。啊，本档你常常为着要争手头，恁兄弟也拢起冲突啦。啊，无咱借问一下，兄弟也敢想恁相处啊？是，我甲姚母确实冤家，杨哥每一个冤家，阮都更加了解对方。阮永远拢袂怨恨对方，阮永远拢会原谅对方，因为这些真正兄弟情。哦，啊，恁两兄弟啊，几啊十年的交情安尼，我亲母杨姐甲恁拄熟三年啊，咱只不过是生理上合作对象，我敢有必要甲恁安尼离开我弟啊？来当做朋友啊，家长，我唔是因为你生做甲正慧真心，是因为我感觉。你是表面嘴讲的，也不过其实你心内是真有感情。我真欣赏你，我要交你这个朋友。对即马开始，我相信姚母跟我有同款的感觉。无，你先莫讲对我这来，我即马是搁在考虑。明的，即马也不是小林的时机。其实要做朋友嘛是可以啦，啊，不过在做朋友就应该看白相见啦，吼。来，本档问题来啊，咱就问一下，你跟阮阿母恁到底什么关系啊？这个做朋友是有什么期待啊？要不，好啦，我跟恁阿母。少年的时阵捌斗阵过，啊，即马着搁拄着，就安尼尔。哎，先讲好啊，你心人和高总裁知影，我这真正是出大代志哦。你也知影会出大代志哦，会咱小拜托个啦，拜托你离阮阿母较远个啦，莫搁接近你啊啦。我真无想要甲一只哦，会甲阮安尼高高低低死一个交朋友啦。这点我嘛甲姚母提醒过。有听到无？连恁大兄嘛是安尼讲。还好啦，只要高总裁吼，一对惠灵姻。只要高总裁对高夫人是真心好的，啊，伊个情妇吼廖淑芳哦，莫安尼甲创空，我即马伫遮保证，我一定甲高夫人保持距离，安尼好无？社长，那咱今麦会当算是朋友啊？会呢，啊，不过我的饭档呢，伊甲我说多些，若嘴讲无效，我会请我食饭。那有人安尼咧讨人情的啦？敢无用的吼？好啊，无紧，我请，我们大家做伙，好不好？啊，看青木社长。你想要吃啥，你就点啥。安尼你有满意无啊，朋友？